四月份台湾省庄敬仁区数位化的三冠王想注册有线电视，搁开发数位资讯平台。目前甲市府水利局、教育局、民政局、社会局、台南社区大学等单位合作，就是好透过机上啊点选，会当了解台南市水情、社区救助等上新的资讯。拄着紧急重大灾难，搁当经由平台查报相关资讯。其实啊，做起来我们地方的有线系统建设。能够支持我们市政府，配合我们市政府，利用我们的这个最后一里的优势跟机上的这个设备的功能，能够来打造一个所谓的一台湾啊。所以今天请市长来跟各位首长来的是要来跟市长报的，报告讲我们今麦目前的卡波目前在做的做到什么地步啊？啊，未来中期、长期。哦，以后要安怎一步一步来做？大家共同吼，啊来啊了解吼，啊咱新的数位化了后，新的功能是啥物事？啊，我头下看着讲吼，哦，这实在是一个真进步啦，哦，真进步。啊，莫怪讲吼，双子星甲三冠王吼，啊，遮尔啊用心，啊，团队遮尔啊强调。因为我刚咧看起来吼，过去，咱会当利用手机啦。哦，上市府的网页，哦，无论你看水利、看教育、看社会，还是看新闻是国际关系处、民政局啊、社区大学的消息，但是吼、哦，手机啊有伊的缺点，就是你看那迄个荧幕嘛，无讲偌大，老人目睭有哪看无啥好势，啊、哦，啊，而且呢，啊、哦，伊这个。你上网吼，有当时啊，要你搁去找啥，唔是遐简单。啊，即摆吼，伫厝诶，啊，咱就会当看电视，啊，而且迄个收视品质真好，啊，所以咱会当经由电视，就会当进到网络上去，啊，会当看到咱人头咱要爱的这消息。我感觉这第一项真大的进步啦，吼，尤其是对较偏乡的所在。第二呢，就是讲对市政府来讲，哇，这是一个真好的工具，因为咱会当主动提供。哦，平时咱的要甲市民工厂，哦，咱会当特别设计内底内容，啊，照着啊，咱的迄个机上盒的这个功能，哦，啊，让民众自己伫厝咧看电视的时阵，安尼看。另外一种咧，佫会当紧急插播。其实吼，我即摆啊，确实上碰到就是风台要来的时阵，啊，安那要啊安怎掌握消息，啊直接甲民众讲，也是讲吼，即摆多一个这个地下道已经积水，啊虽然也有拉起封锁线，啊种种啊有危险的所在，要咱第一时间甲市民讲，啊市民你看，伊看迄个电视节目，有可能是全国的消息啦。无讲哦，咱台南市政府要甲市民讲的真直接的消息，啊，我希望你马上会当知影。过去无法度嘛，过去是看电视安怎安排，有可能伊先报别位，啊，最后再报告到台南。啊，即个毋是，咱即个会当紧急插播，啊、哦，全荧幕的迄个插播，啊、哦，强迫他收到这个资讯。哦，他知道。啊、哦，伊也是讲吼，有人讲五点宣布休困，无休困伤晚，就来。你来套上个，都看了这个啊，强制转台通知，也是全荧幕插播，过去拢跑马灯嘛，好、哦，那就会给你冷救，啊、哦，所以那个消息马上可以那个，啊、哦，刚刚讲的较重要是，咱惊风台来有灾害，啊，民众无了解，结果发生意外，那这个我们可以马上。